五月快过了，迎来的是六月。这六月也不寂寞，这是 MMB 举办的钞票钱币与收藏品的拍卖会，拍卖日期是在六月四号到五号。第一天的拍品有邮票、收藏品、钱币以及世界钞票。第二天有的是世界钞票、旧钞、纪念钞、连体钞、错体钞、现代钞以及一叠叠的钞票，一共有648 lot 的拍品。